小妞，来最后一个。嗯。今天三菜没来店里，你的工作量变重了，真不好意思啊。老板娘，你不要这样说啊！我最近经济不景气，店里也没那么忙了。哎呀，反正现在大家都不景气，也不单是我们店里这样啊。安东尼，西门，你不就上次来我们店里帮忙的那位吗？上次打扰你。哪里哪里。他可以借我一下子吗？啊，可是我现在店里人手不够哎。这样子啊，那这样子好了，你今天出炉的所有蛋糕跟点心，我通通都买下来。什么？你通通要买下来啦？嗯，我家明天正好有个茶会。好，谢谢你啊。你现在有空了吧？